不起啊不起，噼里啪啦砰！从前有一个公主，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，大家都叫她白雪公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她的继母是坏王后，坏王后有一面魔镜，每天晚上她都会去照一照。魔镜？嘿嘿，我带你去看看。阿布吉阿布吉，咕噜咕噜蹦。打开地图，看看接下来去哪里。哎，妈咪哄，我们去王宫吧。王宫 Yeah, let's go。 她就是坏王后吗？嘘，魔镜啊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是你，王后。但是白雪公主今天开始会比你更美丽。什么？白雪公主？我要让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！不好，我们快去找白雪公主。你知道白雪公主住在哪个房间吗？我正睡觉呢。谁呀？你们找我吗？白雪公主快跑，坏王后讨厌你，她想伤了你，快跟我们逃走吧。真的吗？公主，你快逃走吧，王后叫我杀了你，我下不了手。怎么会这样？打开地图，看看接下来去哪里。哎，妈咪哄，王宫下面有片森林，我们逃到那里去吧。森林 Yeah, let's go。你们看，这有间屋子，哇，好小。这肯定就是七个小矮人的家。七个小矮人，我们去看看吧。你看到他了吗？啊，你们看，天上有一只乌鸦。啊，乌拉拉可真调皮，快跟我一起喊，乌拉拉别捣蛋。好了，乌拉拉飞走了，我们继续吧。有人在吗？好像没人在家。我又累又困。白雪公主，你先睡一会儿吧。我们帮白雪公主把小床拼成大床吧。就是这样，对，听好了，你真棒。你们是谁？有小偷，有小偷。我们不是小偷，这是白雪公主，她刚刚从王宫里逃出来，又累又困，才想借你们的床睡觉。对不起，请原谅我们。你占用了我们的床铺，说对不起就可以了。出去，出去。你饿了吗？是啊，好想吃面包啊。我帮你们做面包吃吧。我们先帮白雪公主劈柴吧。帮白雪公主烤面包吧。
好吃好吃，我们原谅你了。谢谢你们。你们可以收留白雪公主吗？她没地方去了。好啊，只要你天天给我们做面包吃，我们欢迎你留下来。啊，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咦，就这么定了。打开地图，看看接下来去哪里。哎，妈咪哄，白雪公主在小矮人家住了几天，我们去看看她吧。花园。Yeah, let's go。吃了这个苹果吧，很好吃哦。不好，那是怪王后。白雪公主，快醒醒！糟糕，她吃了怪王后的毒苹果，中毒了。嗯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哦，有了，白马王子，白马王子可以救白雪公主。你看到白马王子在哪了吗？跟我一起喊，白马王子！白马王子，你找我吗？不是你，你是灰姑娘的王子。我们再喊一次吧，跟我一起喊，白马王子！白马王子，你找我吗？不是你，你是青蛙王子。我们再喊一次吧，跟我一起喊，白马王子！白马王子，你找我吗？太好了，我们找到白马王子了，你真棒！可怜的公主，如果你能复活，该有多好啊！太好了，白雪公主醒了。谢谢你救了我。我受不了了，瓦拉西摩罗乌，出来吧，小怪兽！快给我杀死白雪公主！快保护白雪公主！你知道谁可以帮助白雪公主赶跑怪王后吗？快点一点我头上的叮咚鼓，它会帮助我们的。白雪公主，我来保护你。我们一起帮白马王子加油吧，跟我一起喊，一见钟情，一见钟情。哦，还好。跟我一起喊，心心相印，心心相印。哈哈，干得好。哦，还好。跟我一起喊，情有独钟，情有独钟。逃走喽！嘿嘿，他肯定再也不敢来找白雪公主的麻烦。美丽的公主，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白雪公主嫁给了白马王子，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